好久没短牛了，所以它是200哦。200很贵呢，我要这个，下次我们玩食物扭蛋的时候可以用，先收集起来。这个是那个老鹰的吗？看看有没有。我是喵喵 Kiki， 我们今天要来扭蛋。扭蛋，然后我们又是久违的千元交给你啦。我们很久没有出来扭蛋，因为今天刚好出来逛，然后来三创这边，我们就去扭扭蛋喽。看应该有什么新品，走。我看大家转的什么呢？你要转这个吗？好啊。你想要得到谁？不要最后一个那个人就好。好，来我们转一看。好久没转扭蛋，所以它是200哦。200很贵呢，是谁？是谁？有没有牛了？回去再看，回去。好，回去再看。有咒术哎，大人气哦。这间店很多咒术。还有皇阿玛，然后这边有很多蜡笔小新，小白哎，有点可爱。这个是狮子王的 ，Lion King 的，会转的咖啡杯，鬼灭的手表哎，这个很可爱，纸袋里面的猫。你喜欢哪一个？好，那看看会不会转。回去再看。可爱，你看它的牛蛋就是南瓜，我觉得这蛮有趣的。它是复古风的吗？我家。就这个还有糖果哎，看着很好吃。埃及的神猫吗？你想要哪一只埃及的神猫？我要这只。这里超多咒术的，你看，全部都咒术，好多、哦。这个都全部都鬼面，超级多鬼面。这个有点好笑，你看，空手入白刃的猫，哪一只？那一只，你家蟑螂，黑蓝色的蟑螂哎、欸，这个是那个日本的一些景点，还有食物哦，这是京都的一些风景，神色，我要这个，下次我们玩食物扭蛋的时候可以用，先收集起来。我想要乌的，它是看不到的，回去再发现吧。这个是大银座，也是食物，这是立顿啊，你看。面包哎、欸，可尔必斯哎、欸，超级食物有大酒的瓶子，好多哦。这个还有摄影棚啊，好可爱哦、喔。日本的神兽的吉祥，长这样。它本来是长这样，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？不知道。这个很漂亮的，这个是那个老鹰的吧？哦，这个是什么小魔女那个？皮皮卡皮皮啊。对对对。这个很可爱，杂志机。这个猫头鹰很可爱。这是真的吗？真的猫的头鹰啊。公园里面会有的那个摇摇，而且真的可以摇。哎、欸，这个是 Granny 的那个夹子陷阱，我不要粉红色的。哇，它是一个石头，里面可以放小东西，可以藏起来，假装它只是个石头。会发光，你看。有真的。不要。要不要？这晚上会成精哎。200嗯。这就是海洋。天哪！转完了。那我们回去开箱喽。我们回去，我们这次转了9颗。然后其实是因为后来有再多去转一颗。所以其实是8颗。1颗。哦，这个食物是我想要的，它是完全看不到里面的。哎、欸，这个有质感，你看它很还原真正的食物。然后我们这次得到的是这个，它是饭呢。然后它有一个个包装，还有一个小筷子。它这个等于是回收模型哦，所以它的对象年龄是15岁以上。另外一个包装它是这样子，里面有，里面有3个字的印刷，超级小哎、欸。它这个系列超真实，我的手指头走开的话，像是以为它是1:1的，太厉害了啦。它里面真的有饭呢。第2颗扭蛋是面包，当地的，而且是真正日本都是有贩售这些面包。为什么他有袋子我没有袋子？然后你看还有长颈鹿面包，你得到是哪一个？为什么他有袋子我没有袋子？有啊，他有附，要你自己装。对，你看，这是面包的本体，而且它是软软的。这颗是你喜欢的？哇，好酥呀！它这个切开里面是卷卷的，我可不可以切开看？就是海绵。我们回了一个面包，没关系，我们放到袋子就没事了。这个这样子摆进去就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了哦。折这个花有没有？它有那个像店里面卖的感觉，有没有这样子？然后加上一个珠链，哇 ，perfect， 完全看不出来它有切过。下一个，还有我的猫咪，这个真的超级可爱。这是猫神在先。得到哪个猫神呢？ Kira Kira， 金色的，你看球球，猫肉球在先。超可爱，你好像是招财猫哦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 High Sandor， 你知道是哪一个？ High Sandor， 它一共有5个种类，你看它真的还有海底啊，来拔起来，你拔起来，哇、哦，一体成型的，这样子盖着就不会脏。
所有灰尘，上面还有一只小的在睡觉，这蛮可爱的哦。可是我觉得他头的接缝很明显。对，我觉得他的头的接缝很明显。你看这怎么回事？底下还可以看到他身体。你看你不会痛？怎么怎么回事？好了，下一个。他的炭直接黑白的啊！太省成本了吧？好可爱呀！得到的是小短腿儿。悠悠最近喜欢上西纳蒙。之后他可能会把这个做在那个奶油胶上面。好，下一个，大哥。好，这个是妞妞最近最喜欢的动漫《Tokyo Revengers》。然后妞妞第一颗抽到的是蛮精致的耶。我们之前有开过。这是说多拉肯龙宫世间，是蛮精致的，头后面一个洞挺大的。然后那个字都有哎，什么这个字，字都很明显。然后旁边呢，哦有呢，然后前面有天上天下，我有读这种。因为妞妞第一次抽到了一个 Dragon， 他没有很喜欢，所以后来我们又再转一次。我们转到了 Mikey， 这字也都很完整，还蛮精致的。这只猫有够大只哎，它是身体砍一半哎，所以它有两倍大。打开看看，空手入白刃之猫，一共有八个种类。哦，它有成功跟失败的哎。我比较想要失败的，打到头的那个，然后还有笑眯眯猫。你得到的是什么？哇，很厉害呢。所以它卡得住吗？它可以卡住。哦，看一下它的细节，还不错啊。它有肉球吗？每次猫的这种都会看有没有肉球。脚底没上色。那你蛮搞笑的吗？他的手是有肉球的，脚居然没有上色。然后他的花纹是这样子的。还有 last door， Granny 的夹子。对，玩呢就是陷阱的意思，它是手肘放下去或东西放下去会夹住你。共有五个颜色。我们拿到的是 gold 的。哇，什么？坏了吗？不会吧，还没有玩就坏了。没有，我们可以抢救。看来是我们抢救成功了呢。不会痛。Hello， 你好呀，你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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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呜呼，我过来了呀。咚咚咚 ，Donkey Donkey， 我的。啊！啊你啦，这样才是真的有用。我要扶起来。啊！咚咚咚 ，Donkey， 啊。因为它要这样子，我把这个这样扣住，它才不会飞。这是我们今天开奖全部，你们可以在下面观赏。你们最喜欢哪一个？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我的西纳摩嘴巴没有对到位置，它两个嘴巴。哦，双下巴。嘴巴。今天影片里如果喜欢的话，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推荐、推荐，可以分享给你们喜欢扭蛋的朋友哦。可以。看《食物扭蛋》第二集的话，帮我加一。拜拜，我们明晚再见，拜拜。我喜欢那猫，挺逗的。拜拜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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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招财猫好像有分左右手，什么是左招福右招财吗？还是什么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就是招财猫的伸左手或右手是招不同的东西，一边是招福，一边是招财。那两只一起招嘞？就是你又有福又有财。那没有招嘞？没有没招的啊，招财猫都是会招，我看它是要招。没有招就不是招财猫了。就是它是左右有分的，一个是招福，一个是招财。